哦，原來是這樣，不過你都是聽吉光說的嘛。嗯，他說的都很順的。那又是喎。哦，啊，做什麼天突然間這麼黑的？真的喎，好大嚿黑雲啊。啊，阿金快點走啊。嗯，超大雨啊！是啊，我想过云雨嚟嘅啫。嗯，咁企喺度避多一阵先啦。嗯，应该好快停噶啦。应该系嘅，估唔到。点解啲雨好似越落越大咁噶？好似又系喎，个黑云仲越嚟越大添喎。哎呀！看來我們要在這裡等多一陣子。嗯，唉，十分鐘後根本就沒想著停。嗯，我開始覺得雨會一直落下去了。嗯嗯、我們衝回去了。什麼？行啦，小心小青，而家啲雨仲好似大过头先。哦，唔紧要，早知系咁，头先就继续喺嗰度避雨咯。吓，系啊，起码有瓦遮头啊嘛。嗯，唉。嗯？你笑咩啊？记唔记得啊？嗰次又系咁啊？咪系咯，而且啊，我仲记得企喺嗰度嘅，好似就系吉光添啊！真系嘅。啊，小心高啦！高咩啊，阿金？小心啲，行快啲啦！唉，小心快啲啦，快啲上车啊！啊，系特快车嚟噶，唔睇清楚就上啦。阿金紧张嗰阵，做咩都唔理三七廿一嘅，咪系咯，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优柔寡断。真系估你唔到，企喺呢度都唔系办法噶噃。咪系咯，我条裤都湿晒啊！我都系啊。哦，阿金你睇下嗰个人啊，佢个头系咪笠住个胶袋啊？真系喎，唔系啊嘛？哦，做咩啊？果然系啊，嗰个人咪就系我妈咯。真系嘅，法师奶，咁大雨你仲行嚟行去？啊，伯母你好啊，老爸你咪系小青。唉，你好啊，好耐冇见啦，估唔到喺度撞到伯母喎。系啊，今日真系好大雨啊！你唔好笠住个胶袋周街行啦。点知道个天今日会落咁大雨嘅啫？系咪啊？啊，系啦。十分钟后。啲雨仲未停啊，咁咪系咯。报纸明明话听日先会开始落雨噶嘛，搞到我今日都冇带遮出街啊！我哋系咁等，啲雨唔停都唔系办法喎。嗯，我估睇情况唔到听日咧都唔会停嘅。我特特特系，我哋跑啦。嗯。
唔会停噶，唔会停噶。系啊，唔会停噶，唔会停噶。小清高啦，去我屋企先算啦。你哋唔系真系谂住跑翻去啊嘛？估唔到，小清 sorry 啊。哎呀，早知咁快停雨，头先就等多阵啦。对唔住啊，转头借件衫俾你换啦。都系花师奶啦，无端端话要跑。你头先唔系都觉得唔会停雨先跟住我跑嘅咩？系你口口声声话长雨到听日先停，我先信你噶咋？边度系咧？你系咪即系咩都赖晒我啊？我系话今日先会，好焦。你而家咁讲啊，就系啊，真系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好彩长雨而家停咗咋？系啦，你睇下条彩虹好靓啊！哇！礼仪夫人，花师奶教室，我唔客气啦。哇，好似好好味喎、啊。咁我食边样餸开始先好呢？等一阵啊！我是教礼仪有300年的礼仪夫人花师奶，你仲喺度犹豫紧，开始食边样餸先系嘛？咁样揸筷子系叫迷筷，咁系唔符合礼仪噶。吓咩话？等我话你知，点揸筷子先系唔正確，亦即系使用筷子嘅禁忌啦。咁多位一定要听清楚啊！以下就系一啲唔正確揸筷子嘅方法。第一，直接喺夹餸嗰阵，将对筷子插入啲餸度。咁叫刺筷。二系用筷子拉动餐具，咁叫忌筷。三系直接用筷子将餸分开，咁叫碎筷。四系唔将自己对筷子放喺筷子架上面，咁叫倒筷。五系用筷子抄啲餸，揀嚟揀去咁样，咁叫游动筷。以上就系唔正確使用筷子嘅方法同用筷嘅禁忌啦。好多谢你嘅教导。以上的小貼士是由我禮儀夫人花師奶提供。件事就是這樣了。這樣可以說是一個災難啊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慘 啊。是人美老師啊。阿公做什麼 啊。等埋啦。佢个名叫做牛鬼。小青啊，教我哋数学嘅人美老师平时行路好似跑咁噶。因为佢着健康拖鞋啊嘛。系啊系啊，佢成日都着健康拖鞋噶。健康拖鞋一定好舒服噶啫。你哋两个唔知嘅咩？人美老师佢咧有个花名噶，有花名。我冇听过喎、啊。系咩花名啊？牛鬼啊！牛鬼系动物嘅牛同魔鬼嘅鬼，好似系啊。又几贴切喎、啊！呢个名边个改噶？改得咁过分嘅？好似系好多年之前嘅学长改噶。咁点解佢要改呢个名咧？点改咧？听讲呢个名好似系因为人美老师有一样技能系好特别噶。特别技能就系打麻雀啊！麻雀乜？原来人美老师识打麻雀噶？唔止识啊，听讲仲好劲添啊！食打完就跳舞。食哎呀自爆我这一波是门前车是自爆有没有搞错什么牌子哎呀，我哋果然系唔够人美老师嚟啊！
佢真系个打麻雀嘅鬼才，完全系雀鬼。好似就系咁啦。哦，系雀鬼。人美老师好劲啊！啊，听讲一开始嗰阵咧，大家都叫佢做雀鬼噶，唔知点解慢慢就叫咗佢做牛鬼啦。啊，原来系咁。不过叫牛鬼呢一个花名，好似系一个恐怖嘅传说咁啊！恐怖传说？牛鬼传说。个性温和，但系实力最强。冇错啊，有可能啊，真系有呢样嘢噶。哦，真系有牛鬼嘅传说嘅咩？嗯，吓系点样噶？你听住啦，周六悬疑剧场《牛鬼传说》。某日朝早，有一个同学比平时早咗翻学校。结果在某人的学校里面听到一些很神秘的声音啊。是人美老师。咁佢要嚟睇啲咩啊？我就唔信啦，呢啲事边有可能噶？但系我真系听人咁讲噶。其实仲有一个传说噶，仲有一个添。快啲讲我哋知啦。系咁样噶，《牛鬼传说》第二章《牛鬼的铁蹄》。人美老师虽然佢个人平时一向都好温柔啊。但是如果当他的情绪去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听说他就会在个鼻道发射飞弹的了。是不是真的？他明明是个很温柔的老师来的。应该是说明明是个人，为什么会发射飞弹？哦，第五堂是什么堂啊？好像是哇！这个皮皮啪啪的脚步声是人美老师啊！你讲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他竟然站在那里查唇膏。嗯。老师，请问你头先在外面做乜嘢啊？睇秘密，老师好可爱啊！嗯嗯，佢头先仲面红啊，系咪啊？好啦，各位同学，打开数学书第126页。人美老师啊，唔该你冷静啲，可以唔使咁激动噶。唔好意思，人美老师真系太可爱太 Q 啦。佢咁嘅人，想唔中意佢都好难啊。真系好可爱啊！我哋嘅花生应该好中意佢。美女厨神最美丽美食教室，今日教你哋嘅健康美食系简单嘅菜饭，香菜饭。材料系四人份量，请准备好以下嘅材料先啦。大家准备好未啊？准备好就开始噶啦。首先将母蓉菇切成细粒，将牛蒡切成细条，再将姜切成幼丝，之后就 do re mi fa so。要量好煮饭需要嘅水，
再将淡味豉油、酒仲有盐加埋落去搅匀佢。大家记住煮菜饭嘅时候，最好先将调味料加落去煮饭嘅水度先，咁样煮出嚟嘅菜饭嘅味道先会均匀噶。哦，跟住将已经洗好嘅米，仲有就系调味料嘅水放埋落去电饭煲度，依次序将牛蒡、冇蓉菇同埋姜丝放落去，可以开始煮噶啦。等啲饭熟咗之后，就搅下佢，俾啲空气入去，之后再焗十分钟。焗完就滗落个碗度，再撒啲切碎咗嘅紫苏叶，完成噶啦。姜唔单止味道好香啊，仲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。所有材料都系低卡路里嘅，大家一定要试下。有我正义的海鲜粥，我的国宾咖啡咖啡，我的粥。